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千峰政治台》，我是三苗弟。各位还记得吗？蔡英文女士在竞选中华民国体制内的总统时候，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客家浪漫大道”。我们为了这客家浪漫大道，也特别访问了的来自台湾的陈博士。陈博士在台湾经营一个客家的世界网的专门的一个网页，他这个客家浪漫大道，他也非常的憧憬，也跟我们讲了好多他的想法。那这次他来到美国啊，那我们特别请到他到棚内来，请他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客家浪漫大道是一个愿景，还是一个选举语言？好，我知道陈博士呢，在录影之前跟他稍微 go over， 他说他现在在他自己的网页上面特别规划一个是这个客家浪漫大道的一个网页，哎，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客家人哈，台湾人在这方面哈，不等官方的一些资源，自己先干了起来啊！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前进的动力。靠官方的话，可能会很失望吧？啊，这我不知道，我们来详细请教陈博士哈。哎，陈博士你好。哎，小美你好。安之 CEO 哈。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大家好，哎，大家好。哎，过一年啊哈，有一年呢，去年没得差不多得差没，来多了小美个录影棚哈。又讲到了个客家浪漫的事情，所以一年来呢，还有大兵，去年有大兵，所以讲我回去台湾呢，我一定会弄一个客家浪漫大道的网站。哎呦，对你讲过了，哦、哎呀哎呀、哦。那人虽然很老，不过志气还有一点哈，他也都会，愿望哈，也都会希望啊哈。好，我们再请陈博士再讲之前，我们先来看网页哈，大家先看画面上哈，这就是陈博士的世界客家网啊，然后这里面呢就有你看看，你看这个画面，这个是浪漫的客家大道的一个网页啊。那各位有兴趣的话，网址在这边啊，你们可以继续看下去。首先，我们就请教陈博士哈，陈博士，你这个不等官方开始来做嘛哈，你自己先规划你心目中的这个浪漫大道是怎么一个憧憬哈。首先来讲，跟大家报告一下好吗哈？好，这个蔡英文提出愿景以后。我发现他没有声音了嘛，没选上就没声音了、啊、反而是你在努力在做了，你为什么有这个动力在做、啊各位乡亲，这个回答这个生命的问题、是说的是自己的理想理想、哦、理想、okay. 因为应该都美国三十多年转去台湾的他七家就到七家设一个理想的目标啦、哦、所以说虽然那个台湾目前无法土呢，讲用那个按样来变一个新的国家，但是呢，起码啊，作为多数讲用了本土哈、哦、本土的那个客家意识跟台湾意识呢，来使台湾人民呢更进一步认同这块土地。所以回去一年呢，就有这种构想，说既然蔡英文女士提到、哦、提到说德国、哦、有一条那个、德国的浪漫大道，其实就是我在网站上面有秀出他们的网址，大家有兴趣看的话，他们是沿途都有一个中古时代的那个城堡，那个。那人家一看到那个城堡，就想是我德国人非常骄傲的历史啊。OK， 所以我从那个动机里面呢，就想到，既然蔡女士提到台湾的台山县，台山县是他说是一个浪漫大道。那我目前在台湾也是走过非常多次的台山县，就发现确实、哦、等等，你看这按一老还冇一老，老一圈了、台山县是从，假如说桃竹苗这一段的话，是从桃园的大溪，经过龙潭、平镇，过来关西，过来这个竹东，然后那个峨眉，峨眉啊，哇、哦哦，那很漂亮，峨眉水库。对，然后就下去就是这个。三义旁边哈、哦嗯，再过去就是停在这个台中县那个东势啊、哦，东势、哦，所以这一段都是偏在山边的。山边、哦、因为
桃竹苗都是靠那个不是很高的山，所以远远看去非常漂亮哦，越山了、哦、那两边的话，除了是农舍以外，或是房子以外，都是水田、稻田，然后一直走，有时候看到茶园，稻田、茶园，还有看到的也是很多的菜园，就是这些呢，也可以足。可以构成那个 picture， 构成一个图片啊。如果走到这个客家浪漫大道呢，就是会使各地的、哦嗯、客家人，尤其是桃竹苗的两岸都为所谓客港人呢、嗯。不过你带头眼，好、哦，看到两岸就想到，哎，桃竹苗就是一体的、嗯，客家人是一体的，嗯，好、哦，这个。客家语的这个议题感呢，这是超过不现在这个台湾其实常常引起争论的这个客家人为什么选举每次选举都会这个构成被人家批判啊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假如说大家有一条心，说我们都是在这个浪漫大道上面的桃竹苗的客家人，都会几乎想到黑呀、啊、又暗讲的微笑，因为我们本来的笨中笨的总统的管理啊，啊，所以希望了有得会产生有得影响，是不是？从文化层次、土方地方层次来推动这个理想。哎，今来转台湾哈，那大爸爸妈妈一老一下，哈，伊都懂得地方了哈，给买个新铺半条啦嘛，发展啊，感觉发展到非常好呢。是，观光客也是年年的、啊。哦，你看，更有脱离哈。更要想问你一件事情，你现在很做网站哈、哦嗯，你是版主没哈？内、哦、容都是你去找来，对不对？对。那有没有可能说，让呀客家浪漫大道附近那么多商家，他给他认为说，拜托陈博士，我想上你的版面，他去找你联络。你有没有这个机制让他们自动说我有特色有好你来这样报的 有没有这样的机制 好这个 good question、嗯、所以我都了解我这个网站网页或是网站里面呢、嗯、有两部分、嗯、一部分是桃竹苗潭山县浪漫大道客家浪漫大道这个景点、嗯、景点是说各地方有个庆奖、嗯、全部是经过我们个人去拾到的、哦、整理起来、哦、比方说经过 YouTube、整理到了比如说管西的、景山啦、啊哎、四面佛啦、龙潭的啦、或者是大溪的一些景点哈、有来分类巩固从大溪已经行下来到了这个推崇这个新社哈、景点我是收集出来那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如果我就说客家的特色特色、okay、特色如果、比如举个例子像山脉怎么收集沿途的山脉、你看到了、希望了、你们想到过我们客家先民因为客家人来推首都山峰其实、开山大拿 开始还有希望讲，就等于看到哎，人家祖先哦，像都美丽哦，三档，也讲新竹啊，三档啊，都给开垦这个过去人祖先、按辛苦留下来的东西，人家后头人后面有点怀念以外，就产生一个动力，还有农产品呐、还有这个那个桐花啦、还有最后是有一个哦，你听我讲诶，美食，美食如果啊，你把故乡你其实讲，你是讲诶，这个浪漫大道，不管你客家人啊，其他族群人，讲到点到点美食，讲到美食都峨眉哦，美食都主动哦，其实会想到客家了个，哎，都希望用两个。前头讲，你听我讲啊。第二，沿途的那个客家美食的店，我把它串联起来。那是希望讲，你等会铺上来，我都欢迎。我不会收钱的。我这个是就是做一个动力哈。你那正经有真好好的给建议呢哈。要民宿，客家特色的民宿，也建议的人还是来整理起来。那我们可以看到人可以按赞吗？去过的人。
这个你会按赞，赞是那个 Facebook 的，现在我不会设那个 Facebook 的，不设哈，哈哈，因为说说有人推荐的话哈，将来专用 MD 要用一老哈，那没嫌疑查梯图查资料，哎，来看一下资料，讲哎这个陈博士特别推荐，或者网友特别推荐，我一定首先造访嘛。哦，那是如果来为 open 哈公开哈，那二的其他个网站，然后连的呢，来某个整理，啊，某整理，但是我要看过个内容，哎，对，要先审核嘛，哎，莫讲审核啦，是讲做得，你要确定是 credit 够嘛，要有 credit， 不然的话，那没有 credit， 虽然乱骗，像大统的，那你也很惨啊，对嘛，对，都会啦，这样，像有最近系边个都个神秘啊嘛，一只很有名的像功夫的大饼哦，大饼啊，比如讲，底下目前的哈卡斯给嘛，客家世界网、哦哎，结果那个我叫做客家达人篇哦，达人篇啊，就不用连他们网站。哎，结果你到楼下嘛，有用嘛？给有么？我哎，这很重要，你食品要给我相信呐、啊。我大概某个能力头，好安尼，去打个评。挺神的哈，打个电话问一下嘛。如果艾叔干嘛讲，你客家人经营的哈，有网站，啊，你看都差不多哈，我帮你连，那你自己要负责了。是，我这个好像是波子重要没？哦，波子重要个媒体了哈。其他个体负要负责。可以了，可以了。在美国的餐厅是有分 A、B、C 啊的分级，对对对，所以来吃东西通常我看是 A 级还是 B 级啊，是 C 级我们绝对不去嘛，对对对。哎，假如说台湾也有这种客家网站哈，我在设想啦，假如我要去看你的网站，我相信你的网站，你能给我一个 rating 的话，好 credit 更好嘛哈，会包含很多观光客哈，哎，也想就说哦，还蛮之前去之前我就先看好了，我觉得我是非常支持你这个客家浪漫大道想法，体会客家文化不只是吃，要从文化层次哈，是以前的这种卡苦的精神哈，好那种大片哈，落宁宫的发也得哈，我们可以学一点哈，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文化资产了。另一个一定举例另外一只书，还有写的位哈，给都。路荒看田哦，稻田，然后看过去是山哦，这变成联想哇，那个非常好、美景哈，讲哦，还有农舍哦，农舍，甚至有菜园，所以这种景色，哎，相信不管你客家人，不想到也个诶，乌卡个弄一个嘛个，也其他族群看到哎，这个台山县确实很美。哎，那请教你哦。客家的古窑做窑的嘛哈，被拆掉，你建议有些行人嘛？不就正好拆掉了呀？对，这些东西哈，可以都因为浪漫大道，我们是谈浪漫的，浪漫。但我有另外一个 column， 一个是叫做客家热门话题，热门话题，那个是里面在谈那种政论啊、社会问题，那是用两个很浪漫文化性层次，层次哈。来不你想你，所以在文化城市里面不今天不谈政治，哎呀，这个后面藏了很大的政治，这就陈博士你的智慧了哈、哎，真的是哈，读过博士不一样哈，我就不要哈啊，安美哈，好，那各位乡亲各位朋友，网页在这边，希望大家有空哈，真的去造访一下客家浪漫大道的网页。希望这里面可以让大家回台湾时候有一个更好的去处。不过我可以补充一下吗？补充，好来请。因为这个是开始建构的，开始建构，还没有一个 100% 完整，但是也是希望哈，以猫猫有心人士，可以提供他觉得很浪漫、很美好的那个 picture， 是给我，我把它收集起来，那我一定会写说谁谁谁提供的，这样变成。大家共襄盛举，是天花来建构这个大道，哎，大道没挨撒作业，是，对对对对对，好啊，我们希望哈，这边诚挚的祝福哈，客家浪漫大道这个概念能够成立哈，也希望蔡英文女士你们的智库啦，也多多去看看这个网页哈，然后是不是应该要一起来做啊？这为台湾的客家产业，为了台湾浪漫的另外一面啊，一个客家族群。也能够让全世界人都能够分享这个漂亮的世界在哪里。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也非常谢谢陈博士哈，安子善，是不是？安子善，好。